没有选上院长，你还是要赖在立法院里。你不愿意让王玉川年轻人当选，什么叫预测？哪件事情没有预测？选举没有预测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何必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跟这个主持人吵架？水牛一秒变斗牛，立法院长游锡堃罕见不耐，看主持人周玉蔻直播一吵就是半小时。我没有以讹传讹，请你收回。你辞职了，王玉川有机会进去，这不是事实吗？不要生气的，生气会老你。你才生气嘞！我没有生气。什么叫以讹传讹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。那你为什么不说你当杨春立委你就辞职，让年轻人进来？你辞了，你辞了有王，大家都很担心，很那个。期待的情况之下，你也不能给我们打这个打哈哈，你来上节目干嘛？国会龙头这一仗，游锡堃大战秃子，有不能输的压力。祝你当选，谢谢，当选以后再来上节目哈，拜拜。